大学假期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学假期。今日我同大家推介嘅新行程团号系 DH35006。我哋大行带你游览东莞坝头文化创意休闲区，食猪肉婆特色推介酥炸生蚝，住东莞欧亚国际酒店，享用丰富圣诞大餐，三天纯玩团只需999，依家一齐睇睇啦！东莞坝头文化创意休闲区系一个集创意、设计、休闲、艺术于一体嘅生活街区，喺呢度处处弥漫咗创意元素气息，带俾你休闲嘅时光。人食猪肉婆特色推介酥炸生蚝，炸至金黄色的生蚝又香又松脆，咬落去即热在香酥的暖意中流出嚟，味蕾瞬间被鲜味占领，那种满足的幸福感分分钟都要涌出嚟，咁系充满大海的味道。呢道菜的食材是一头重约50公斤重的猪，造价都相当昂贵，只有在公安当地红白喜事宴席上才有机会吃到呢道名菜。呢道菜除大块鲜猪肉，先用曲肘涂抹全身以去除猪本身的气味，再用五香粉、沙姜粉、罗汉果蒸而腌制，备咗入味，腌制时间长达6个钟。东莞欧雅国际酒店外观设计生荣气派，由两座塔楼在21楼相连，形成壮观的海旋门，气势宏伟。欧洲新简约主义与亚洲现代艺术风格在此完美辉映，独具匠心地打造出集休闲、商务、娱乐为一体的智能现代化豪华酒店。东莞欧雅国际酒店大堂充分利用曲线装饰和自动调光系统，既自由奔放又富丽堂皇。在这里以客为尊的建筑艺术品内，空间不再是钢筋与混凝土的分隔，而是文化、理念和情感的汇聚。420间超大空间设计独特的客房和套房，以典雅和简约的家私摆设，营造出温暖与舒适的气氛。无论是房内可随意调节的华美灯饰、一蹴式智能电话服务，定是摆在床头的精致小闹钟，都将让你尽享瑜伽般的随意。布拉格西餐厅布局精心雅致，环境舒适宁静，装修典雅细致，尽见慎密巧思。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西式自助的美食，由名师设计重金打造的欧雅俱乐部，美轮美奂，魅力无限，每晚欢歌劲舞，表演激情四溢，力争成为东莞东部具有影响力的休闲娱乐之都。酒店同时设有全天候开放的健身设施，弥漫着浓郁热带风情的室外游泳池，都将让宾客忙碌中的身心得到释放。宾客亦可尽情享受桑拿、蒸汽浴同埋按摩、美容护肤服务所带来的休闲同埋惬意。晚上我哋于酒店豪华宴会厅里面享用丰富圣诞大餐，席间欣赏圣诞晚会，感受热歌劲舞的火热气氛，同明星亲密接触。晚宴后，我哋将于酒店 KTV 欢唱，让你过足音乐瘾，仲有每间房一份欢迎水果，温馨服务，让你人爽更润心。欢庆圣诞，欣赏美景，热歌劲舞，你仲喺度等咩啦？快啲同我哋大学一齐出发啦！电话62844992，你仲可以登录www.biglinee.hk 查询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学微信享受最新旅游资讯。安装大学 S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只为你